Welcome back to T2 APAC. We're moving into the first men's battle here. Liu Tingshuo is injured, so stepping up to the pit, Paul Dringhall to replace him. He's going up against 14-year-old Tomokazu Harimoto. Don't let his shy demeanor fool you. He is scary to watch when he's in action. But Paul, the last time he replaced Liu Tingshuo, he secured two victories in one fixture. What's going to happen? Let's find out. Let's allow Harimoto to pick the color red. Red for Harimoto. Red indeed. Harimoto to serve. Alright. 稍后双方的第二场比赛，我们将会看到在男子方面的较量啊。那么这场比赛呢，原本应该是刘丁硕啊来面对着张本智和，但是刘丁硕呢，因为在第一天的比赛过后就已经出现受伤的情况，所以说呢，昨天的赛事呢，他的比赛呢就是有队友金格霍尔啊来代为出战，但是有点出乎意料啊，金格霍尔在昨天要一日双赛的情况下，居然是面对波尔打出了4-1。 另外呢，自己的比赛当中也有很好的发挥，面对18耶夫又是个4-1，对，等于说昨天他一下抢了8局的这个比赛，个人当然也是只有4分的进账，但是应该说金格霍尔可能会让我们感觉有点意外，本身。 在所有参赛的男选手当中，他的名气可能是最小的，是啊，甚至可能连这个之一都不用加，就是名气最小的一位。对，但是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战斗力，特别是面对欧洲选手、面对亚洲选手，其实表现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金格霍尔啊，代替刘丁硕来面对张本智和，两个人此前第3轮的交手。 张本智和4-1，在金格霍尔身上拿了4局，但是感觉在这一轮当中，金格霍尔是今非昔比啊！哎，这个士别两轮啊，当刮目相看，特别是昨天这两战，应该是给金格霍尔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信心。 金格霍尔呢，他自己说他11岁的时候，最小11岁的时候就来中国接受过训练，所以他觉得相对来讲，相对其他欧洲选手，他这个前300是有一点这个亚洲风格吧，有点这种风格，所以他说今天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希望能够每一个球啊减少这个回合，尽快的。 去抢这个上手，能够把这个回合数缩短一点。张本智和呢，在第5轮的比赛当中，第1天是2-4输给了波尔，曾经一度是0-4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抢回两局，抢回一些分。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是3-3跟水谷隼战平，一人拿走3分。 总体来说，张本智和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虽然他是比较早的就可以接受到专业的乒乓球的训练，而且是有这个很高的这种战术的素养，但是毕竟他的身体发育还不到10岁，还没有到最佳状态，只有14岁的一个少年，来跟那些成年人，尤其是跟欧洲选手来比拼的话，你在力量上就已经输很多了。所以其实金格霍尔他自己认为他所擅长的东西。 是跟张本智和所擅长的东西有一点重合的。那么两个人其实就是今天在拼这个环节。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张本智和的父亲啊。张本智和来打第2的比赛，每一轮呢，他爸爸都跟他一起来，而且我们看他不像这个其他的球员的这个家属也好，教练也好啊，他就坐在这个场边，很隐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每次都拿一个小 DV。 把儿子的这个比赛呢拍下来。Let's 7-4。
漂亮。哎，你看金克慧，他是有这种啊正手台内的这个调打，虽然不像说这个像我们中国的，比方说樊振东这种暴挑啊这么大的这个威力，但是他这个技术有，嗯。张本智和的父亲过去也是这个我们省队的队员啊，他现在到了日本之后呢，其实也是自己在这个乒乓球学校，继续当教练，对。那张本智和相对来说，就是他的母亲应该是这个更受瞩目一些的啊，母亲就是世界冠军，所以他从小就在一个乒乓球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当中长大。那现在也选择走这条路，这条路其实，以现在他这个年纪就出来面对这么多的国际强手啊，面打这么多高质量的比赛，对他来讲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的，我觉得。但是，从这个成长的过程、成长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件好事儿，就让他更早的来接触到现在世界上主流的一些质量的打法。我们看现在第一局的比赛，金克慧已经拿到了局点啊，基本上，十六个球都是在前三板当中来分出胜负。对。这两个人的比赛打的节奏会比较快。连追两分。被对手连追了三分，对，开始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危机。张本智和这个韧劲还是很足的啊，从之前对波尔零比四落后追两局，其实能看出来一些了。而且其实之前跟那个詹家良指导聊天的时候，他也是说到啊，其实他给张本并没有定什么特别硬性的要求啊，没有说你这场比赛你必须要抢下几局、抢下几分，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必须要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好，而且同时不能失去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张本智和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局分，他是可以从就只要是拿下一分的时候，他是能从比赛的一开始喊到比赛最后的啊，整个是一直在给自己打气。好，10-9，依然是金克慧的局点。这样的话，第一局双方就是抢一分。其实金克慧是在10-6领先的情况之下打得有些保守了。金克慧抢到上手。稍显可惜啊，就是张本智和，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他的力量上。这个反派的进攻，如果他力量再足一点的话，金克慧接下来绝对没有这么舒服，也不会形成一个反拉。其实根据这个第二的比赛的规则呢，像这场比赛刘丁硕受伤，那么就是由对方的这个领队啊来挑选其他的两位男选手来顶替。对，那么张家良这场比赛选了金克慧啊，因为罗斯科夫队另外一个人选是奥恰洛夫，这个应该不会有人选奥恰洛夫的。好球！张本智和这次都已经退到远台来跟金克慧对拉，但是他回头的质量还是很高。然后最后金克慧这个也是打在拍沿上了，哎，明显张本智和现在他这个提升了自己的回头质量，稳定性会比第一局更好一些。
漂亮，球。这一球算得非常准，打了一个时间差。今天这个给了张本智和的爸爸好多特写镜头。嗯。好球。金克霍尔还是要在这个力量和质量上面啊，去压住张本智和，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对，这种球必须要有的。更主动了，第二局张本智和打的是更主动。接发球都处理得不够坚决。音响师走神了吧？嗯，突然推了段音乐啊，就以为这一局打完了，对，给大家都搞得有点莫名其妙。8-2，这一局张本智和优势还是比较大。漂亮，就是抢，他现在开始抢，先去进攻。如果是被金克霍尔先进攻，就不好打了。那也是因为金克霍尔自己的接发球，你看他这一局其实有几个接发球，要不然就自己输了，要不然呢就是质量不够好，让张本智和有上手的机会。嗯，所以乒乓球这种比赛都是这个互相制约啊，此消彼长，就是你在这个环节做好了，那么对手就会受到限制。哎，这个时候还不能松啊，这局拿下来，赢下来才是真正把这一分拿到手。连续几个失误，就他现在面对的是跟金克霍尔在第一局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就是后半段打得有点保守。他现在这几分主动出击明显比之前是要少的。机会，哎，对，这种球就是打，打上这局就结束。11-5，张本智和追回一局，现在双方11-1。一分都不能松了，他领先你的时候，他难打；你领先他的时候，他就难打。反控制的时候，人家上去，就像你这样再反控制，对吧？接发球转不转的时候，想摆短可以，对吧？节奏又快，这样才有下面才有机会呀，对吧？第三局，现在时间还有13分33秒，双方交换场地。双方这个时候还是要抢，看谁能够在前三板把对手控制住，然后能够抢到上手的机会。好球，2-1。
双方基本上这个先上手的这一方啊，赢下这一分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嗯，当然其实说回来啊，两个人这个绝对进攻能力其实都不算是特别强的。对，相对来说台内的争夺或者说是心理战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再就是勇气的比拼。这个球呢，张镇哲这个发球突然有个变化，金霍尔准备不足，自己的正手被突袭了。这支金霍尔，但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都已经白丢两分了，自己发球有过一个失误。他上一局主要也是在这个发球和接发的上面。哇，今天镜头真的多啊，对吧？时间刚好是一半，应该是五局球啊，这场比赛。这个分丢的有点太简单了。金霍尔刚刚这个发球是，发的质量不错。这摆是没看明白金霍尔想干嘛，对，他自己没有想清楚。罗斯科夫现在他的团队啊，在这一轮当中这个势头非常的凶猛，前两天的比赛呢，就是局分都是赢了对手的，对，就是局分拿的比对手都多，而且都不少啊。对啊，两天应该是净胜了16局球。是啊。好球，好球。张镇哲和这个反拍拧过去的质量太差了。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打法和技术相对中国选手来讲，就还是会落后一些，但是相对这个其他欧洲的运动员来讲呢，会丰富一点，尤其是他们台内的技术，对，包括正手的挑、反手的拧，这些他们都有。撕铁，但是质量完成的就相对要打一些折扣。对，就你要真的去跟这个马龙去打，那这个是、跟张继科去打，那是很费劲的，这是打不了的。这真的是靠质量就压死你了。对啊，对，都不需要跟你去比什么进攻。金霍尔就感觉比上一局打得要更加的坚决一些，头脑是比较清醒，哎，退得远了，退得太远了之后呢，张本后面的几分我们看就不需要太高的质量，能够把这个弱点给你调动开，你这老是在这儿海底捞月是捞不起来的，对，漂亮。你看他这个接发球非常的清楚，他拧的这一板其实就比大多数欧洲选手是要好的了。已经比欧洲这个运动员，他最起码他有这个技术。对，啊、就像我们说，你可能这个一辆汽车，你有这个配置。至于说这个配置是不是顶级的配置，这个另说了，对吧？就像你有个天窗，你是不是什么全景天窗啊？这个另说，但你最起码有啊，对，是吧？那就比没有强。现在很多的这个欧洲选手他没有这个配置。就属于低配版。Drink all, please serve. Love all. 好球，好球！两个人今天也是轮流打好球啊。对，这你一局我一局。
这个比赛看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他这个有内容啊，两个人都有内容。你看你的接发稍微的犹豫一下，你这个接发的质量不够好，马上就会被对方啊打得你很被动。对，但是金克霍尔今天是要打两场的啊，嗯，两个单场，跟昨天是一样的。好球，金克霍尔这一下啊，你看到就是这个点呢，落点没有变化。加上退到中台，退到中台的话，你的角度其实已经不够大了。让扎本智和正好守个正着。这一板有点松。其实对于金克霍尔来说呢，这个也是 T 二的这种赛制啊，会跟这个常规的比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是常规的比赛，我们可能就会想你一日双赛。啊，你体能要有一个分配，嗯，甚至说第一场你是不是稍微要做一些保留，因为你要确保每场比赛你要赢四局才算赢。对，但是在 T2 的比赛当中不存在的啊，你就抢一局就算一分嘛。你在第一场抢和在第二场抢，你说对团队来讲这个区别有多大？差不多。对啊，反正你就是有状态，你就要抢这一分。而且今天面对的这两个对手，第一场打张本智和，第二场打庄智渊，也不是说哪一场比赛你就能抢到，对吧？要把这个分配开。失误，这两个人之前的这个主动的失误、无谓的失误呢，都不算太多。好的，还是金克霍尔呢是先加的质量。所以我们看这个速度啊，好像并不是说这个变化特别的明显，但是听到球的这个声音在现场听起来是非常的明显的。嗯，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是很好的，他在昨天对水谷隼的比赛当中反手得分是拿到10分，嗯啊，而水谷隼是甚至只有5分，但正手这个环节上确实是稍差一点。这就是说明张本智和他的这个核心力量还是欠缺，毕竟14岁的一个小孩。而水谷隼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反手的这个得分少，不是说他反手没有，而是说他更多的特别是一些这个中路的这种球，他果断的肯定都是侧身用正手去打。对，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顽强啊，金克霍尔。嗯，因为你作为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讲，特别是男运动员，我没有听说过谁说自己的反手的这个力量能比正手还要大的。就算像王励勤这种啊，反手非常暴力的人，他肯定正手也非常强。对，反手更多的时候是会借助对方的一些力量来打。这个是之前这个作为男选手来说，上一代的中国选手都是反手都要自己去发力的，但女选手的当中就很多，特别是我们之前看就 T2 这回比赛当中，像这个韩国的包括亚洲的其他这些女选手啊，她基本上都是要借对方的力，嗯，弹回去顶回去。对，哎呀，张本智和这个失误呀，嗯，太多了，自己打得有点乱。好球 10-7。 你看两个人最起码他这种台内这些技术是很丰富的，至于说打得好不好，这个成功率有多少，这另说啊。好的，好球，两个接发球都是很高的质量，追回2分。还有
3分05秒啊，看一看这个接下来肯定是有第五局，就看是抢五分的一局还是打11分，打哪算哪的一局。那要看接下来这个球，或者是接下来这两个球了。哎，没错，张本智的这两个发球，发球，就连续的摆短。你要是比基本功的话，张本智和是不怕的。基本上金克霍尔是会率先去出现失误。好球啊，球漂亮，两个发球，刚刚两个接发，接下来自己的两个发球处理都非常好。我们看这时候还有2分25秒，根据 T2 的规则，如果这一局结束的时候倒计时在2分钟以上，那么接下来双方就继续开始下一个完整的11分局。但是如果结束的时候就不到2分钟了，那么双方直接就抢5分一局。看一看金克霍尔的这个发球，又抢下一分。今天是第二次了啊，第二次两人持平的时候，金克霍尔拿到制胜一分。这样的话，双方接下来的第五局比赛啊，就是打这个11分，奔着11分去。对，是正常。这时间1分40多秒，就看这个计时结束谁的分更高谁就赢。其实刚刚呢，我觉得金克霍尔应该是想要把时间拖到2分钟以内的，但是裁判是判了他一个拖延时间，警告了他一次。对。然后警告的时候是需要停表的。对。所以两个人打完这一分之后，这个时间是没有走到2分以内。现在是正常，是谁得分多谁就赢。其实也就1分多钟，一分多钟的话就比拼一个开局了，就看谁这个开局，特别是前2、3分抢得好，最多5个球啊，这点时间。漂亮，好球！其实这个比抢五分还要刺激，基本上就是抢3分。对，抢3分。好球！金克霍尔要抓紧时间了，还有50多秒，他必须要在这50多秒时间当中把这个2分抢回来。哦，3分的话，基本上金克霍尔就比较难了。对，没时间了，因为他这个球发完了之后是张本智和的发球，对，他可以把这个时间稍微的拉长一点。接下来这一分很关键，因为30秒肯定一个球是打得完的，金克霍尔可以马上就要暂停，把最后的几秒钟时间保存下来。但如果4-1就没这个必要了。对，马上要不要叫暂停？没有叫，还够。20秒，这一球肯定够发出来。哦，而且金克霍尔叫过暂停了。啊，就没有机会了。没机会了，没机会了，时间不够了。接下来因为是个擦汗时间，所以张本智和合理利用规则。张本智和这就不像一个14岁的小孩了啊，非常的老成。金克霍尔也知道时间是肯定到了，这分没有了。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最终是金克霍尔拿下3局啊，张本智和呢是获得了2局的胜利，3-2的一个比分。今天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是罗斯科夫队的表现会更好一些，目前是6-3领先江家良队。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第三场的单场比赛，会是一场女子的单打。
Drinko, beating Tomokazu Harimoto. We love seeing you perform like that. Going up against Tomokazu, some sets were harder than the rest. Your thoughts on that? Yeah, I think we both play very aggressive table tennis, and it's exciting to watch. Obviously, it's quite high risk, so sometimes we make, you would call, easy mistakes, but it makes for a great match. And yeah, I think today was another great match like last time, but this time I managed to come out the winner. So looking ahead now, you are to feature in another match.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at, and are you prepared for the next challenge? Yeah, of course. As I said the other day, I'm a British bulldog. Keep fighting. That's how I try and get through my games, and it's important for myself and for the team, so we'll keep fighting. Paul Drinkle's mission, moving up the league standing. So far, so good. Two wins on the trot for Team Rossi. Next, the women's battle. Don't go anywhere.